敲在门上啊！傻眼，傻眼！我妈，这个是不是倒了、啊？这个是叫什么？推车坏了。他推车的把手嘞，朝地了呀！哦，有了，起来了。没了，再来看。然后我们的小树枝也就是空了吗？对啊，没有啊，我刚刚有去补哎、欸。全补满了吗？不然还没有，还有一个还没有补满。这边的围墙有要盖吗？有要盖吗？嗯，有吧。哪里啊？就把这个湖围起来吧。好，吧。哦，对哦。嗯。没有啦，突然想到还有恶心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要剧透吗？不要。遇到就知道了。好好，反正就是很恶心，比刚刚那个沙威玛还恶心。沙威玛。对吧、啊？他的叫声是啊啊啊！真的。我觉得你模仿的的确是恶心。真的啊，他还会跳哦。会跳舞。会跳。像小强一样吗？小强那是会飞。像青蛙啦，那外面就遇得到，还是要去洞窟？在好像我记得在洞窟附近就会有了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洞窟？我们家附近就有洞窟啊，可是要后面一点。我们今天要挑战去一下吗？看你啊，反正下去不舒服，可以再马上上来啊。不舒服，那我们先度过这一晚，然后大家等一下回。就干粮拿一拿。你知道洞窟就在你隔壁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哦，好。就那个旁边营地那边。对对对。我知道。我记得这边有两个、啊。有两个啊，一个左边，一个右边。一个是天坑，一个是有绳子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。还有一个在湖那边。湖那边有一个。那个天坑跟湖这边，哎、欸，应该说地洞全部都连在一起的。哦，好啊，反正。就等一下，就回去吃吃喝喝，睡一个晚上。嗯。明天早上，我们拿着零食就出发。里面很容易失温哦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先做什么保暖袋啊？要去打浣熊。这里有浣熊。你是讲东石袋还是讲真的？讲、真的啊，有这里有一个只有一个地方有浣熊，所以我们要去找浣熊。嗯。嗯。真的哦。浣熊只有晚上会出来，逼死大家喽！可是我记得那个保暖袋好像兔子皮也可以做哎、欸，没有，就是好像要四个皮，什么皮都行，这样吗？不是，下雨了，要四种皮，还没天黑，应该还好。走，倒另外一边。这一台满了，我先推回去。好啊，我砍的怎么不见了？被我捡走了吗？我不晓得哎。走门在哪？左边，左边右边都可以啊。左边门。门是关的哈。怎么盖好了？门是，看不出哪一个是门哦。比较高的啊。好呀。我听到声音是不是？多多右转。对，听错了，是我在喘啦，喘的比较大声。
么啦？没有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砍到下面那树桩了。我看小石头了。我把我把门关起来，看看门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哦，就是外面有两根的这个。对啊。好。哎、欸，可是我们另外一边的没有两根，另外一边的长在里面。我先站离一下。好。好。我这边先离开。好。因为门开的方向不一样。白痴哦、喔，花这么多时间砍到树枝。容易把自己推出去。哎、欸，这是人吗？哎、欸，都去。啊！哦压，哎、欸、你有压到他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。哇！起颠，开心你。哦，沙威玛的皮保了我好多下、哦。啊，真的、哦。松鼠的地方就有浣熊，哎、欸，那我刚才有打几只？我们家附近就有啊。有松鼠啊，可是没看浣熊。我先关掉，帮我家的忙再玩。好。满了，好，所以等一下就只剩我们三个人呢、欸。我们三个人去天，找死。可以等我回来再一起去啊。好，那要回来哦，要回来哦。我先存档、欸。我刚才以为你抱着一只袋鼠哎、欸。哼，厉害吧？好饿哦。回来啊，刀肉放题。现实哦，也很饿。你可以啃自己的手啊！我们家里没有灯呢。哎、欸，啊，什么尸体不见了？哇！不对。我好笨，怎么了？我刚才应该要直接把车推着就去那个旁边那边盖一盖。你干嘛还进来？是不是？我干嘛还进来把那个木头都放到架子上？看我是智障。门是有规定，比如说几片木板才会自动生成一个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没有啊，那个自己选啊，選你也可以全部都盖成门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，因为我一辈子都记不起来门到底是哪一个，所以我才在门上面挂着鹿头啊。挂鹿头没有用啊，晚上看不到啊。不然就插火把。用火堆啊，标底。不是有一种比较不会熄的火吗？就是那个、啊、骷髅头的啊。对啊。刚刚是有看到啦，但是就是我面对一面墙壁的时候，就不晓得门在哪里。你们不冷吗？冷啊。冷，我已经冷了。我来了。把车推回来，好黑哦！来，困难。哎，我去外面拿个吃的。吃的不知道能不能放架子上。酒可以拿来做燃烧剑，燃烧升级长矛。燃烧会烧完吧？会啊。上个厕所。还有什么好喝的？合成。等一下，是会漏水是不是、啊？我们家吗？对啊，为什么我只要一离开萤火附近，他就说我又是有什么？还是本来就会这样？欸、有哎、欸啊，应该本来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太冷了。看这个家不耐寒。没有耐寒的
哇哦，哇哦，一定要那种又冷天气。我想要喂个猫，所以有需要先睡觉这样到早上吗？还是就这样等着？看看那啊，没看到，就外面有它的叫声。有吗？没看到。嗯，好吧。哎呀，你们，我说我要去喂猫，啊，你要就是先睡一晚到早上，还是？可以啊。那就那来睡觉。然后，你们先，你们先继续，我喂完猫就来。好。好。多方子。欸，我先，我饿了，我先吃一口。对，我也好饿。还在下雨哎，欸。好事啊，让水龟壳才会满哎，欸。源源不绝的水。但就又是又冷。早上。我等一下回来。好。好。送我们相依为命了。哦，可恶，我的陷阱！怎么了？没有。感觉位置不是很好。哎，看到了，我来。怪吗？对啊，一只。哪里啊？哎，他现在中头都不会死，明头才进，还是攻击力不错。你换要不要换骨质剑啊？或是要去找进阶的弓？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应该要开个门？啊？下面一点的地方。有彩虹哎，欸，哪里？那边。应该背对太阳啊，对耶。嗯。还有什么陷阱？死亡陷阱？哎，欸，我看到你喽。又来了。对啊，用跑的哎，欸。去哪？想去撞陷阱。哎，欸，后面还有一只，欸，远方，哦，远方好多只，分心怎么办？只有我们两个。有吗？有远方。哦，好好，我听你的。怎么办？只能躲房子里面啦，啊。他们会来采访。后面的那几只跑去哪了？那只在散步。后面的包去哪？我进房子看看。跑不见了。
用飞快的速度跑掉。哎呀，放不下。怎么了？放什么？回去。我放。又又又又又。哦，怎么？有一个很快速的飞过去，飞到天坑。做个后门。白痴！我昨天不是有说我们要面试吗？对啊。啊，闹钟忘记关，刚吓到我。哎。谁闹钟忘记关？就昨天要起床的闹钟忘记关啊，然后吓到我自己了。好笨。欸，刚刚你们不在的时候，一大堆。就是吗？可是你们跑掉。哦。还好你们还活。我们还活着吗？对啊，先问问你们还活着没啊？诡异护甲，被穿上去了啦。可是我护甲现在是只有一格哎，欸，就只差一格就满哎，欸。哎，欸，他也只有一格啊。哦，是哦。他那就二话不说的穿上。哇，它是不同，它是紫色的耶。对，它紫色的，比较耐打。不像那种前面骨头的，wow， 打一下就爆了。手上有口香糖，你看得到？看得到啊，欸，在我的手上。哇！胶屁哟，胶屁哟，胶屁哟，胶屁哟！哎，躲得我！你是白痴哦！哎，要掉上去了！哎，这不要弄在门口。这原本就在这边，好吗？哎呦，冲过去就砰！他原本就，哎呦，他原本在这边，怎么弄回去？就按着一啊。好了，你看，啊，我刚刚是这样过去，是不是？对，你刚刚就直接跑过来。我就是太慌张了，嗯。怎么样？好了。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戳他嘎鸡窝！他怎么下来了啦？哦，他一只脚在上面吗？
欸，嗯，欸，没有，我刚刚想说他已经死了。嘿，怎么了？你刚才不是听我解释，我刚刚以为他死了，因为你们戳他没反应，我就先把那个陷阱修好，然后他就被弄下来了，对，然后我被殴了两下。不是，我刚才沉浸在你刚被打到的那个画面，我只是感受到我自己被殴了两下啦。拿死！哇塞！哎，不，要嘛就不下雨，要嘛就一直下。哎哎，我看到，过来，恶心的东西来，来我这，来我这。你刚刚讲的，快点。刷歪吗？哎，我讲真的，我学的叫声真的是一模一样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个声音了。你再学一次。看，这什么？有没有他的声音？不要再打啦，他快死了，他死掉了。他死了啊！有，我刚刚听到啊。那，啊，怎么办？他也没办法扛去烧呢。对啊，他就是这个，他就是婴儿。是小孩吧？他可以砍头吗？没有。不行呢。哎，有呢。可以耶。走，把头扛回去。可以这当站立品喽，挂在墙上。哎呀，要再做一个，怎么挂？你做一个那个，你看书有个战利品的那个。哦。晚上好。哎呦。挂哪？挂旁边啊，就这个。另外一边。对对对，对称。虽然大小挺不对称的。我刚刚本来想说，好啦，哎呦。好小哦，这根什么？超小的啦，这根什么啦？他怎么爬来的啊？敢不敢叫大声一点，不要吓人呐！哎，冲进来了！对，叫什么啦？哎，哎，还没搬路哎，呼呼叫的，哎，小心东西，不要卡了。臭东西，可恶啊！欸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的那个飞机拿到的那个斧头啊，不是红色的，是被血染红的。原本其实是橘色的呀。对啊。欸，大家很乖哦，都有在吃饭。这边的手脚正在安定的消失中。摩尼巴，喝水。真好喝。哎，咋啦？跑了跑了，蜥蜴跑了，快！我掉。蜥蜴会触发那个吗？兔子的陷阱吗？他钻过去了，好吧。你说兔子的笼子吗？对啊。会啊。会触发哦。嗯。蜥蜴皮切下来，
那是野人吗？没，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啊。好像是野人欸。一二三四，四只。可以啊，我们现在有四个陷阱了。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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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，好快哦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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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精彩到。不会啦，我是朵朵。过来过来过来！哦，好没啥用欸。没踩到。对啊。哦。欸，不是追我欸，都在追你，都在追你。你迷了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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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跑不动了。吃肉嘞？吃什么吃？啊，不是说不会吃同类啊，不是说不会吃同类哈，不是不会吃同类。哦，有只被吊起来，有只被吊起来了。不是了。在哭欸。欸，他们看起来的确不是同类。欸，不对啊，死了以后都会变成肤色的欸。我看还是那个颜色欸。为什么这样子掉啊？我看死的时候是肤色的欸。我拿下来。记得来取树翼哦，树翼看起来很满了。好了。欸，真的有鸭屎哦。好哦。什么鸭屎？四个啊，有个鸭屎了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啊，你看门口这个，看看啊，门口这个，这里啊。哦。真的呢，有效呢。只是那个装在门口，真的很容易不小心。好，打掉了，打掉了。不要打掉啦，打掉它又没有了呢。在做啊，这个不用绳子啊。哦，我想说它又不会就是还材料。对啊。哎呦，咋啦？你刚是不是揍到我了，米内？啊，有吗？你有损血吗？没有，只是被揍了的感觉。有欸，我砍的时候，终于看到自己手上那坨恶心的东西。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。我在，我每次都砍木头才来。有。哦，我是射到你了。他是不是死在那两个架子的中间？先把他挂在那边好了。那一个木斧箭就射到你的，那你可以拿下来吗？你摘得下来吗？嗯，哪里？哦，又在叫我没看到他嘞，我看他下来嘞，哦，掉下来，掉下来了，接烤，哦，冲进来，冲进来，我靠，两只，好，他在干嘛？他吃什么？去烧我！啊，把我们的拆掉了！他拆什么？把我们的烤肉夹！我目睹了现场。他怎么还死啊？他死了啊。里面被火烧的那个。哦，这个哦，刚一个冲出去。不会死啊！有，他变黑炭了。他居然把我们烤肉夹拆了。那我们是不是上面的肉也消失了？对，没差啦，没关系啦。那我再弄一个，然后夹在边。烤肉架对我们来说超重要的耶。没事没事，肉又回来了。这边又建一个喽。你是要
我建一个在那个墙边。好，墙边比较好。就是、比较不会，对，比较不会弄到彼此，弄到他。蛮的诶，会有。等一下哦。好，我到哪里啦？我回来了。你回来啦？我们还在家啊。哇，累。你去干啥？工作啊。爱哭安安。家里的工作，跟你说，晚上忽然也要工作，对呀、啊。菊，嘿，我们刚干掉很多波，真的假的？两三个人的力量吗？对，有一瞬间还有只有他们两个人，我去喂猫啊，那就他们就说一回来，他们就说他们刚才被围殴，一群啊，只是没有过来啦。然后我们有小婴儿的头，小婴儿。哎，我有一个观众说可以关掉破坏，哎，可是是我们自己不会破坏吧？是我们不是啊？哦，那也好啊，不然我们一回是打爆。哎，不对啊，如果打不爆，有时候要修的话也不行啊。那是那个哦，有一个允许损坏建筑物，我们可以把它关掉，但是。怪还是可以损坏建筑物吧？哦，好，我们自己打吧。那我们把我们自己关掉，可以啊。哎，再生树木也被关了，要不要打开？打开啊！哦，你没有开啊？我怎么知道他要开哦？哇，那我哪知？难怪都不会生。好了，抓到了。你是不是再生石头是打开？再生石头没有选，没有得选再生石，只有再生树木。无法期待更多骨头。因为我观众说，如果关掉，连怪都打不回、欸。看你啊，不用修缮哦。看你们啊，看你们觉得怎么样比较好玩？我是都可以啦。不然你们觉得，就是如果怪在这边，有没有打他们的时候绑手绑脚？我想一下哦。那不然把塞漏的东西全部打掉吧。什么意思？就沿着墙壁塞啊。啊，好像也没差，没关系，看你啊，多多。可以让他自然淘汰啊。可以被打坏几个，我们就补几个到墙壁。哦，好啊，那就关，那就别关吧。就让它自然损坏。对，这样才能抓战犯。一定是你啊！怎么是我？你刚刚打几个？你刚刚还踩陷阱，还怪我？我跟谁知道那个？